强大的吸引力法则有个稳定牢靠、恒久正确的前提，就是同频共振、同质相吸。将思绪放在某个事物上，你就开始将那个事物的本质吸引到你的体验中。一旦将注意力放在某个事物上，就激发了内心的思维震动，扩展就此延续。亦都即是说，你越是渴望某个事物，内心对于它的震动就越活跃，震动持久的时间就越长，吸引力就越强。最终你对这种活跃震动的经验会变得越来越丰富。你用震动思维发出要求之后，体验中的所有事情就会来到的了。对于这件事，可能有人会发问，平日我十分之渴望拥有幸福的爱情和婚姻生活的，而且我亦都在为美满的家庭而努力，但是结果就往往出乎我的意料，为什么吸引力法则在我的婚恋方面起不到作用的？还有一些原本非常之恩爱的夫妻，几经摩擦终至分手，令他们苦恼的是，他们自己都不知道究竟哪里出现了问题。冷静下来思考表面上所存在的问题，似乎都不可以构成感情恶化的原因。爱为什么没有将爱吸引过来？爱的吸引力法则为什么会失败？在给出答案之前，我们来听下下面的故事，而且仔细回想你的情感和婚姻生活是不是有类似的迹象呢？有一对老夫妇，他们已经结了婚50年了。在这50年里面，他们互相照顾、互相体贴、互相扶持，也都可以说恩恩爱爱，同甘共苦了大半生。这一年呢，又适逢是结婚纪念日了，于是两个人决定去一间很大的酒店庆祝一下。他们一边享用着美食，一边回忆着朝夕相处的这几十年，幸福始终大于心酸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侍应端上了一盘热气腾腾的清蒸鱼，老先生就迫不及待地将鱼头鱼尾夹了下来放在小碟上，双手端给老太太说，老爷啊，给你吃的。估不到老太太大声地喊了出来，旁边的人都非常之惊讶。老太太说，我嫁了给你50年，跟着你任劳任怨才有今日的好日子，我从来没有抱怨计较过，没想到在今日这样的场合，你竟然这么没良心给鱼头鱼尾我吃。你知道吗，我最不喜欢吃鱼头鱼尾，但是就吃了50年。老先生听了之后不禁感慨地说，50年前，当你不顾家人反对嫁给我这个穷小子的时候，我就对天发誓，我这一辈子一定要全力以赴，想办法赚钱让你过好日子，以报答你对我的恩情。一条鱼，我最喜欢吃的就是鱼头鱼尾的了。自从结婚之后，我就从来没有吃过它，因为我曾经承诺过要将生命中最珍贵的东西都给你啊。听了他们的说话，在场的人都为之而感动流泪，但是更多的是心酸和凄凉。让人感到可悲的是，如此恩爱的夫妻同枕共眠了半个世纪，但是都没有可以好好地沟通。试想一下，生活中有多少夫妻有话在心中而口难开？或者爱我们的恋人伴侣胜过爱自己，但是我们就想当然地以为我们表达爱的方式是正确无疑，不过就从来没有问过我们的爱人是不是喜欢。就正如上面那对相处半个世纪的老夫妻，活了大半辈子想用生命中认为最珍贵的东西来回报至爱的伴侣，但是就因为疏忽了相互之间的交流和沟通，而不可以达到真正的愿望和目的。这就是爱的吸引力法则失效的根本所在了。